大概抓一个熟度了，就像手指这边手指的重量，我会抓下来大概差不多4-5厘米，因为我大概要绕四圈，这样子啊，反绕上去啊，嘿，啊，这样子哦，绕个大概，观众要看清楚，哎呀，我要反方向穿过去，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嘿，啊。我定一下，它才不会抬回去。哦，大概几啊？啊，这个不用怕鱼不会吃，这没有它，这鱼中鱼就自然垂紧，就紧了。啊，它有阿周比给它揪，外压比较严，但没有那么快。啊，多出来的线要剪到哪里？等一下，先绕，绕个大概4-5圈就够了。哦，还要再绕，上面还要再绕就对了。我用钩子去绕，还用这个手是捏啊捏好。大概这样就好了。哦，阿波。现在要用斜口钳啊！对，我也是用斜口钳。哦，这种的比较不好用，因为这种里面比较好。你要找买平面的比较，就是没有平面的。我大概剪去了。再来是八字环。对啊。啊，这就是八字环部分啊。一个死结，一个结，先打一个结，再穿过去。然后是用脚踩的，要盯着脚的。好，要跟紧再绕。哎呀，这样比较好对拉。哎呀，不过就压着这边平面的，就是在抓压住了。绕4圈就够了嘛？基本上有3圈以上就够了。我都基本上有打个死结啊，都拉到爆掉啊，不会拖了，这只是一个安心而已啊，不会拖了，不用打到什么那么多圈了，那就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子拖拖，大概就这样，我看我们看，就这样而已，对啊。这是软钢，这是硬钢丝嘛？那个黑歪啊，五套皮的。为什么会用五套皮的黑歪啊？就是因为如果挂底没有拉起来，它会比较在水里腐烂掉嘛。腐烂掉的时间比较快。原来是这样子，生态才不会臭掉。这样如果脱鱼的话，哇！我说的奶鱼，它抓在那个锅，你那边。它会抽油钩子，这是 BG5。为什么我们不用土地公？如果不用土地公，可以在本节上，就是再装一颗。用的时候，那个对，就是人他们叫吃中间嘛。对啊，跟装八卦人都里面的概念。对啊，我们车轮也不用土地公啊。好了，勾进去了。我是这样子慢慢勾了，然后也是。一只两片了哈，哎呀，我是用比较大的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就这样，然后再反转钩，我转过来，我藏在肉里面，肉里面就在底壁的下面，刚才不会挂底挂死你，就这样，我以后往下沉。还有要抛吗？哈哈。抛就叫八字环，然后慢慢的。
啊，不能抛啊，因为我们纸线太长了嘛。钢丝线是快一支杆子的长度啊。刚好在刷的外面。哦，要学起来呢，然后就可以收到紧嘛，收到感觉有铁铁的，大概等一下，有鱼的话就大了。哦，先到我们收到丢出去的时候，然后收回来遇到第一个刷，先等一下。如果这个刷没有鱼在，我们再跳上来。慢慢等它，它有洞，然后要继续拉下去。如果不信仰，嘿，我们拉开。它有的时候是前面都是螃蟹，嘿，前面都是螃蟹。它你是要钓鱼，不管是钓螃蟹，对啊，有时候就吃在外面。嘿，它食物链啊，它们都互相怕。对，哎呀，它会躲它，它会躲它，它都钓你。我就钓过前面都是螃蟹啊，所以去外面就鱼就大了。螃蟹会告诉我们鱼在哪里啊？对，吼，还有浪嘛？对啊，尤其我们这种地方，你像我钓垦丁，哎，你看就没有什么螃蟹，哎呀，哦，对，垦丁就没什么螃蟹，对，都被大鱼吃光了嘛。啊，牛车轮的话就是放着让它喊出去，它动动的时候，我们会放线给它吞吞钩。我都是这样钓，因为我的刀子是。可以制造第一个鱼讯，对，它会弹出来嘛？哎，对对对对，鱼是会这样的，它就等。哦，是啊，难怪这个线会在下面，然后是用手刀住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正确都这样子用。对，我看槟榔兄也是这样子用，啊，一个弹出来吃。哦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我中鱼的话，太大钓个拉皮，我就这样出线，我就这样出线。哈？是哦，这样子一个角度这样出现，这样子好像很麻烦啊。不会，对啊，靠经验去练习。啊，不能用前后松，反应太慢了，因为鱼吃有那个速度在走，所以我要赶快放线给它吃。啊，比如说现在吃啦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我们是练到这样子。是哦，啊，你说先开关，这样子太看状况啦，不一定啦。啊，我都是这样出现的，哎呀，这样比较快啊。像这种岸边的刷。要不生长的，基本上都是要掉长好几下，等一下就开始长了。对啊，等一下就会长了，所以那时候鱼会进。有没有鱼？因为涨潮，小鱼会推进来比较岸边这边啊。它钓这种山喽，浪钓点要多啦，要一直走啊，哎，要勤走啊。啊，我看我们是从台南渔港就等于就钓到台南去了，我就轮流钓啊，钓下去啊，轮流钓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台南来讲的话，你在那边鹅棚比较多，哎，那等冬天过后，鹅棚因为台风季节，那鹅棚会收起，哎，因为被对对对，怕会被。花下去的时候，生态就变好了，那时候再去台南那边钓会比较好，也比较因为那个牛会进来吃鹅啊，哎呀，啊也比较会有一些红藻什么东西啊，食物链会更丰富。对对对，台南的话就要冬天钓比较好，钓到台风季节，冬天会去台南钓。你看，你冬天开始，它刚开始台风季过刚放嘛，要过年后去钓会更好。哦，我听谢老师讲，啊，有时候不一定说去一定钓鱼啊。对啊，不一定啊，因为现在生态没有那么好。没有，什么都以前比较好。对啊。他钓鱼就是运气，不一定。他这个是什么比较挂？哎。啊，这种要怎么解？要等螃蟹来夹开吗？有的时候鱼啄就可以解开了，啊，有时候是还有饵的话，就等饵消了，螃蟹一拖，它跟它筋筋筋筋就会起来，因为钩子会变轻嘛，钩子变轻一条线，有时候等久了哦，等久了它自己就解掉，浪会去推，还有就是也是扯不扯到浪，因为钩子。卡住嘛，用牵绳去抄那个钩子，然后就撞开，就会撞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有时候一撇就是撇到刷上面，嗯，有时候这样子会等到五次，
会，有时候雨如果要进去的话，它、有的时候我是拉到脚上，太近了，哎，那个解不开，哦，就会一直抖，因为那个耳会震动，有时候一直来吃，还有时候解解，你解解，突然就解开，耳是飘起来，对，也会痛掉，看到就动，哎，你一直放在那边，它就不来吃，要晃，人家说染缸丝嘛，对不对？染缸丝，因为浪嘛，又不是每只鱼，它的嗅觉都那么强，嘿。啊，到晚上不是他每一个都是眼睛那么厉害，对，都是靠稳的，但是他靠那个频率震动啊，你这条功能就很强，你要用这个东西去钓它。晚上他是用侦测的，侧线侦测，比较钓有鱼。开了哦，这次就解开了，开了有没有？想要钓上面而已。所以钓缆缸是要先会解线。啊，你说浪。浪会告诉我们鱼在哪里是要怎么看？譬如说啦，风水那个长体啊，若以现场这边没办法嘛，因为这里是刷浪大的话，人都危险的。对对对，对，不能钓了。譬如说，像我们在左手边，是防疗鱼港，而且那个浪很大，大到都会停止，就不能钓了。所以，哦，钓里面，长体港内，鱼会去躲浪。就跟人一样意思。好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你像在中水那个地方来讲的话，要港内外。它浪是从，就是从那外体那边过来，从那边打。对，对，对。我那天遇到那个石斑钻大拉龙板钻进来，那一天浪很大，外港已经不能钓。到中水一半是斜坡上去。对，对，那边都浪很大，那个鱼全都飘起来了。我就掉下面那个平台，那边就浪比较小，鱼会在那边。哦，它会躲进去，所以浪会告诉我们鱼在哪里。对，要记住哦。相对的，鱼虽然是生物，你要把鱼当人看。跟人一样的意思。对。啊，你在这边风很强，你是早闪后不要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样的意思。对，一样意思，一样意思。听归听啦，还是要自己体验的。对，经验，经验，对对对。没有人听听不会的，听听就会的。又雕塑了。下面是鹅卵石，这个是鱼头加霸掌。这个如果这样子不开的话，这不要猛子，猛子就死。这是要教我们另外一种的解钩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解钩。哦，掉了掉了，你看。因为刚刚提杆是90度，这样它会挂住。它就是猛扯，因为猛扯如果钩子打进去就完蛋。钩子打到石头缝里面嘛，就完蛋了哦。对，所以看，你看达拉的 BG5， 它为什么会缠这个？是因为它有在放地上，怕磨到。对，BG5。然后 BG5 一代现在已经停产了，买不到了。我上个月要收一只，才慢一点点就已经被收走了。你看像我们这种 YR 是有接八只啊，我们手就比较小。如果换一点头的比较大颗，还可以走进去，杆尾比较不容易。哦，这种小的自己在收，大概差不多的自己要注意，就要注意。好，我就收到底啦。就说月底用时间长，这样比较好跑。对，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要这样拨，要拨才过来。我这样压着就好了。压着，手要压着。就是这样。杠是比较细。大概只有这个距离。缆缸丝也是要非常的有耐心啊。你这样看，左边那边有。浮起来的，因为你这样讲，如果浮动的话，它是一直在扑火，扑火它要吃的东西。哦，它会一直寻它要吃的东西。它鱼逆流而死嘛，
他说是在哪里之前我没有吃到，他说一单一单如果有一单巡饵很快就中了啦，对，很快，可能我们看洞里面有没有，啊真的都没有，就要换地方了，就要换地方了，不要再坚持了，甚至说你要换过去一点也是可以，还是换去黄洋，换去中水，哦，他说哦算了就回家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一般是我浪都一周几浪到会，我就看看，就吃了，他小浪的时候要多浪。小浪要多浪，因为我们的饵不会飘。哎，它浪比较大，流水比较强，就少浪。因为流水会把你的饵带动。对，它会飘，就在震动了。它又飘，就饵，大自然的海浪就帮你挡了。对，哎呀，你不用就自己挡。哦，所以初学者从重铅开始练，就是试潜那边开始练。会比较好练。老手他们都是玩轻铅，在玩一钱到两钱。对，一钱到两钱，这是高手啊。啊，至于要用软壳蟹啊，晚上自己去找，要大找。啊，我是觉得有鱼，散落就掉到冰缸去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散落是万用饵啊，散落小卷是万用饵。他不管怎么勾啊，勾线就要藏在肉里面。对对，勾线要藏在肉里面。